已经定位武器，破烂一百金金的专武零人的金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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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哎呦，一直哦，坎蒂斯是你啊？好吧，那慢慢加啦，慢慢加啦，那就三命的啦。好，坎蒂斯哦，金光呀！西风，西风。光金光金光金光啊！好，蒙云之月这个什么？这个是攻击力哦，有谁吃攻击力的给他吧。金光风光金光金光啊！好像哦，黑鹰枪哦，艾米啊！所以四十抽两个角色，两把武器。哎、欸，讲到艾米，他就来了、欸，还是那刚才那个弓是他的，他就自己来拿弓了。好啦，小艾米来拿弓了啦。好，破烂月白晶晶、放着金光的紫光。OK， 祭礼祭礼，金光破烂月白晶晶，啊，紫光60还没有。哦，我没有他。迪奥娜冰的，他是那个吗？他那个是 shak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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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杯啊，他那个是摇泡沫红茶的那个 shake 杯，有没有？这支我们没有啦，迪奥娜，好，就我们没有这个角色。好，金光面向海看金光，好不好？灵人面向海边看金光，他在等金光，等他钻入乘着金光来，好不好？他鸭羽弓，金光金光。金光金一哎呦，好祭礼祭礼，金光金光，三星的，好，金光单抽，我们来单抽，哦，60，歪了，这次也歪，对，金光放着金光的紫光。是蛮多祭礼的，然后又那个攻击的，金光，波浪雨白金，现在这攻来第三把，波浪雨白金金，哎呀，那我看一下二王王是干嘛的，也是攻击哦，吃攻击的、哦，好，二王丸 ，OK， 起战。所以这个是两个啦，一个是二王丸哦，攻击基础攻击力，然后还有这个也是蒙云之月，好不好？这个是给九条哦 ，OK。金光，金光，来的，哎呀，就很像，多利好啦，先留着啦，来，呼呼。金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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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艾米，开麦大功要给他吧？他是说叫你练他吗？对啊。Oh my god， 就是不要。花月白金子金光，哇！林人波浪月白金子，第三集定轨，定轨啊！对啊，第三集就是一定会定第三集的定轨，因为我们上次第一累积那个对累积的，因为我们上次第一金是落水，第一金是落水，在上一个卡。对，我们第一金是三个卡池是落水，第二金是狼的末路，第二金是狼的末路，所以两歪之后第三金必定出定轨。哎、欸，其实来了，可是也是歪了两次哎、欸。对啊，其实这样子五七池，你看这个你要准备两次歪，然后到第三金才中，所以我们玩的第一次抽五七池也是到第三金才中定轨的。对啊，来，没有我换黑剑了，来换。OK， 黎明神啊，有嘎达，
帅！哇，来来来，看，有就是这一把啦，不是二王碗哦，很像二王碗，没有，不是二王碗，不要看错，这是波兰月白晶晶啊，波兰月白晶晶，好不好？波兰月白晶，你看收剑，哦，你看有没有看到这一把？哟，波乱月哦，好适合哦，这就是他的刀嘛。好，砍草砍草，来来除草哦，除草除草除草，拿波乱月白晶晶除草，哟，除草除草，来来有草要除哈。OK， 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来来砍树砍树，哟，波乱月白晶晶，太好了。